让我们进去，我们有票。元素们都被电影院列入黑名单了，我想看电影。哦，好烫，太可怕了。停，你们挡住队伍了。反正我也不会让你们进去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孩子们怎么还没进去？元素们禁止进入。我明白了，行李，我不会让你进去的。好的。吃糖果吗？啊，这里也不许吃糖果。哦，我明白了。看看我有什么。不过不要碰。很酷，不是吗？给你，这给你的礼物。天哪，孩子们，进去吧，快走。我呢？他们好开心。嘿，小燕，嘿，水弟。好可爱。嘿，旋风。嗨，朋友们。你怎么了？我也来打个招呼吧。哟，最近怎么样，机长？机长，你太好笑了。搞笑？怎么了？你听到了吗？我走开算了。衰仔，你们是逃脱不了惩罚的。藤蔓攻击？什么？水弟，不用担心。这对我来说就像在公园散步一样，他太狡猾了，给你一个清爽的告别领域，他们会后悔的。元素书上怎么说？我发现这是好看的。风、火、水和土共同形成了充满力量的蓝色火焰。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小燕的橱柜，这是一个完美的安排陷阱的地方。嘿，我知道，显然他来了，我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这是我的幻觉。啊，我的手，好痛！有人来了，我得躲起来。旋风，抓住你了，闪开！他消失了吗？他都没弄清楚情况，我很愤怒。水弟，就是他了。嗨，嗨，怎么了？不攻击。正中靶心。你还好吗？你完了，给你反击，火的力量，救命！我在哪里？到处都是橱柜，这个神秘的滴答声是什么？钟表，旋风一定在看时间。我要听你的。不，我要一个更好的计划，我要全力以赴。什么炸药？我来拆除炸弹，我有一把大剪刀。大问题，应该剪哪根线？朋友们，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我应该剪掉哪根线。快点，红色的吗？谢谢。旋风肯定藏在这里。这给你的。哎呀，我的手，我好害怕。有人在这里，我很确信。吸尘器是对抗恶劣的风元素的最佳武器。啊呜，卡住了，这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机。你怎么敢？这是真正的飓风，我的肺。
里有灰尘。沼泽陷阱。耶、yeah, 成功了，风元素是我的了。那么下一个受害者是谁？你好，幼儿妈。找到你了，水滴。你会希望你从未叫过我衰仔。哦，怎么了？是我的错，大衰仔。我能听到他的声音。哦哦。水可以很好的传导电。打开。哦，需要帮助吗？我来保护你。我带了海绵。到桶里去，待在这里。现在你有室友了，恭喜你。天哪，离开了这里。你还好吗？嗨，你是个坏蛋。多么甜蜜的团聚啊，我才刚刚开始。太可怕了。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你的首选零食，他来了。他在吹口哨吗？小燕被抓住了，我要做的就是把他救出来。首先我要捡一些生火的木头。很好，火柴。点燃它。天哪，我差点让自己着火了。周围有火，你得小心。烧得真好，闻起来很熟悉。着火了，水果在橱柜里。你惹错人了。哦，冷静，小燕。我感觉不太好。你跟我来。所有的元素都在里面。小燕，你没事。我的计划成功了。什么？等等，这里。什么？哦，这里。阿木，你们无路可逃，闪开。你先来。稍等，我需要你的能力。啊，我感觉不太好。阿布，你会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的。你怎么敢伤害我的朋友？站住。我需要你的火花。不，小燕，水滴。这太悲伤了。现在轮到你了。好的。哦耶，成功了。我会把所有的材料混合起来。最后一个就是土。哦耶，就是这个。我做到了，我已经拥有了力量。我的头，天哪，这太糟糕了。旋风，醒醒。小燕，水滴。我感觉到了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我们可以一起移山，释放元素。
回事？我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了，我们做到了，以善良的名义。一切都回到了原来的样子，问题是，我们怎么出去？让我来处理吧。出去！你的行为太过了。让我出去！再见。从小时候起，他们一直不喜欢我。你可以进来了，你们待在这儿。元素们禁止入内。哦，都哭出一条河了。哦，我喜欢爆米花。够了，够了，你不能进去。别抱太大的希望，艾兹。想都不要想。你怎么敢威胁我的女儿？我们回家吧，闪闪。再见，小妍。我可以买个热狗吗？给我一杯熔岩饮料。我马上来。买一盏灯，免费送一盏。我再买一盏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想要一盏灯。不行，你得先买一个。笑颜获得火女神。好了，火警警报。笑颜，这是给你的，我的女王。谢谢，哥们儿。不幸的是，我们太不一样了。我必须清理那些肮脏的水。天哪，流水真的把我带走了。为什么大喊大叫？嗨，我是小妍，我是水弟。你好，你好，火辣的女孩，那是我爸爸。如果他看不到你就好了。爸爸，嗨，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快走，爸爸，快点，再告诉我一次你是如何制作熔岩冰沙的。再见，再见。我想出一个新的促销方案。爸爸，这是新的材料，谢谢你，亲爱的。完美的圆花快递，是谁送的？你买花了吗？你搞错了，我不付钱。什么？水滴？等等，不是我订的花，我会搞清楚的。亲爱的，啊，是给我的吗？谢谢。我们偷偷溜出去，别让爸爸听到任何动静。我得说多少次，这些花不是我的。再见，爸爸。把他们拿走。哦，他们不见了，可爱。你们点的东西，哦，谢谢。水弟，试试吧。小心，很烫。那么好吃吗？水，现在。太好吃了。我在看着你，水。我是这部电影的超级粉丝。
那个讨厌的水元素正在和我的闪闪一起，我要捣乱。啊，你喜欢这个吗？你这个行走的瀑布。我道歉，看起来像是某个蓝色的家伙偷偷带了糖果。啊，违反规则的人，抓住你了，哥们儿！零食是不行的，这不是我的，我是被陷害的。等等，约会结束了。啊，水滴！闪闪，这给你的，我的女王。又是那个灌木丛。灯。不。嗯，好的。太热了，我可怜的小树枝。嘿，闪闪，看我，看，我也会喷火。嘿，小朋友们，不要这样做，非常危险，永远不要这样做。什么？着火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滚出我的商店，你这个纵火犯。爱情鸟，在一起玩，必须放好盒子。让我帮你给植物浇水，看。这苔藓吗？嗯，谢谢。我又得刮胡子了。你真可爱。你能帮我拿着盒子吗？架子在那边。好的，走呀，我的元素。水滴，你还好吗？我把盒子都弄湿了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没关系，已经都发生了。闪闪，你真漂亮，你真可爱。闪闪，着火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灭火？朋友们，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我们应该如何灭火。什么？啊，对，我是水啊。干得好，水弟，你是最棒的。水加上火等于爱。什么？你们的爱是不合适的，湿漉漉的衰仔，嘿，还给我，是我的。哈哈，那么现在谁是湿漉漉的衰仔？够了，我的耐心没了。嘿，别吐口水了。救命！是我的错。嗨，爸爸，闪闪，把货物展示出来。水弟，嘿，啊，太近了，啊哈，抓住你了。什么？这个应该放在这里吗，爸爸？对不起，我搞错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什么？我没有小盐和水人，除非我死了。放开我的女儿，我绝对不会支持你们的。你，我再也不想在这里看到你的一滴水。火和水是不合适的，快走。水弟，你待在你的房间里，你被禁足了，孩子，把手机交出来。不，手机现在。把水管工从你的脑海里抹掉，你不可以离开你的房间。
朋友们，你们曾经被禁足过吗？在下面写下评论吧。啊，我在哪里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是我的荣耀树还是什么？嘿，这谁干的？哎，快说！嘿，我的女王，打开你的树枝，让我离开这里。无论怎样，水滴都会救我的。忘记你可怜的水管工。那么接下来该做什么？接下来你穿上婚纱嫁给我吧。什么？这不可能的。这会发生的，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。滴答滴答滴。滴答滴答滴答。我不想结婚。小妍，我给你准备了晚餐，我会把它放在这里。来吧，闪闪，振作起来。什么？这不是闪闪，是他。哦，自然的水循环。水管工，我女儿在哪里？快说。哦，小妍。什么？这个家伙简直爱上我的闪闪。发生什么事？小妍不见了，失踪了。我会找到她的。克罗德，你愿意接受小妍作为你合法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小妍，你愿意接受克罗德作为你合法的结婚丈夫吗？水滴，他不愿意。这谁？你们自己搞清楚吧。不，蚯蚓，它是我的。我们会看看的，衰仔。哦，干得好。闪闪，我好喜欢你，水弟。我们回家吧，爸爸。亲爱的，你回来了，爸爸。我的闪闪，我太高兴了。小妍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哦，我好高兴。我也是的，爸爸。我祝福你们结婚。哦，爸爸。我也想要这个。水弟，你不应该这么做的。孩子们，我为你们高兴。等一下，给你，亲爱的，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。真的吗？但是这是什么？现在是我的了。等等，等一下，我赢了，像往常一样，我想战斗。你在开玩笑吗？喵喵，我选择你。可爱，皮卡丘，搞定他。皮卡皮卡。喵喵，加油。皮卡皮卡。好可怕的战斗。皮卡丘是冠军。艾瑞卡，这是你的机会，去吧，我准备好了，试着打败我。好的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咯哒呀咯哒呀，哈。
这就是我的对手吗？八大蝶可以轻松击败他。我相信你。我们看看他能做什么，这会是小菜一碟。你怎么了，八大蝶？胜利！我的女孩太棒了。我很困惑，我的宝可梦可能生病了。柯达鸭，这些是八大蝶的照片吗？啊不，柯达鸭，你恋爱了吗？八大蝶，柯达鸭，醒醒！哈，我的头！像这样，我们是没法赢得一场比赛的。八大蝶是我一生的挚爱，帮助我接近他，这不会成功的。看看他邪恶的教练，男人很可怕。八大蝶太漂亮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会帮助你追你暗恋的对象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八大蝶，在这里等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有了这个安全的锁，我的宝可梦就安全了。我敢确定，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。快点，关键是要仔细听。这是咔嗒声。好了，我拿到精灵球了。八大蝶，出来吧，你是谁？嗨，这是可达鸭。嘿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分享这个美味的晚餐吗？我最喜欢的零食。他们怎么能吃那个呢？请坐，我很乐意。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谢谢。我等不及要尝尝了。八大蝶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柯达鸭，等等我，快跑！快跑！八大蝶，你没救了，你又弄脏了。这是101条宝可梦搭讪窍门。柯达鸭，你在听吗？是的，我们的搭讪课程会帮助你打动你心爱的八大蝶的，他邪恶的教练不会妨碍你的，明白了吗？嘿，太棒了！第一点，八大蝶喜欢花，鲜花，当然，这给你的心上人的花束。我的女孩很特别，柯达鸭，加油，加油，柯达鸭，吼！完成。啊不，你做什么，八大蝶？你怎么了？我们看看我有什么。八大蝶，待在这里，换掉精灵球。柯达鸭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八大蝶一定会马上喜欢上你的。嘿，柯达鸭，花儿给我的吗？谢谢。小心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可能，你没那么容易走掉的。我的宠物小精灵会给你上一课。哈吉武吉，救救我！八大蝶，快跑！他们太有趣了，好吃。不，这不是给你的。关键是把汽水摇匀。有人来了，我去开门。别碰糖果，好吃。是谁？披萨外卖。
但是我没有点披萨，这免费的，不要拒绝，好吧？这里什么都没有，那就喝瓶可乐吧，它是免费的，拿着它。耶，好的，谢谢。我的眼睛，克达鸭，去吧，拿张餐巾纸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八大蝶，克达鸭，好尴尬。克达鸭，再见，再见。八大蝶，拜托，不要。你又吃糖了，我要告诉你多少次，不要吃糖。我们看看我的神奇宝贝急救箱里有什么。哦，他好帅，八大蝶会立刻爱上他的。克达鸭，天哪，快拿到了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不过我确实有一个计划。不，工作服不适合你。柯达鸭，现在，很可爱。哇哦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教练对我来说不是竞争对手。八大蝶，什么？柯达鸭，哇哦，真是个大帅哥。不要抱太大的希望，克达鸭，消失。八大蝶，克达鸭，他很搞笑，啊？我做梦了吗？八大蝶，克达鸭，怎么了？你忘不了八大蝶吗？我知道你想什么。电影，耶，谢谢你，你是最棒的。电影要开始了，柯达鸭出来吧，看看谁站在我们前面。八大蝶，嘿，是你，嗨，你敢搭上我的神奇宝贝试试？为什么这么慢？嘿，你能快点吗？看到了吗？他有一个晶球，宝贝，你想跟我战斗吗？真的吗？太棒了，八大蝶，战斗！嗨，嗨，小前十，我选择你。我得走了。哦，小前十，扔石头。哦，讨厌，八大蝶，我接住他了。克达鸭，你还好吗？谢谢你救了我。回到精灵球里，我会治愈他的。那么我呢？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知道，八大蝶，克达鸭，出来吧。克达鸭，嘿，八大蝶，请把糖果递过来。糖果，我也可以吃一些吗？绝对的，谢谢。不，不要吃糖果，你过敏。他们看起来很可爱。